迎收看《台湾新眼界》，我是阿明。哇，今日非常不简单哦，咱个外景搬来到花莲玉里文化新台湾，要来找一个少年的做事人，叫做谢明建，铭记在心，为农事，键盘网络靠回响。来看伊个故事。小健健，敢有伫咧？阿明来咯，就台北来找你咯。这是阮的黄阿丈，水无？拢总安尼看到有40,000+哦，吼，会当供应阮诶做田的有无？160公顷哦。哇，但是咱讲吼，这一般要安尼发起来，啊，甲伊布会当布田，爱偌久？差不多吼，经济到哈尼长会当布田的黄阿有无？差不多伫20天。20天。啊，即卖做田人拢老啊嘛，哎呀，体力无哈尼好啊。啊，因就会叫阮会当看会当斗三工帮因这做这黄仔无，互因较方便去布田，啊，因体力上吼较轻松安尼。无买红，骨底拢无黄仔，拢无，我看就无啊，我无钱。啊，搁有我小仔会当煮啊袂？会使啊，多少？多一层楼啦。很重嘞。这个了，这个不这个。混水啊，啊顺头尾啊。啊，你头头讲到就是讲即阵吼，是你的部分已经到小健健。嘿，我即马我的部分都到小健健。嗯。嘿，我是督导，小我督导尔啦。哈哈。嘿。啊，母爱咧。母爱也袂啊。因为这款个玉标个吼，要交较歹交啦，内底个侪复杂、介复杂个款个啦，部分啦，放袂落，因为阮即马放只放互阮新妇，啊，阮新妇都无多好食吧，即马阁挂囡仔啦。哦，阿姨，啊，这头先你有示范过啊？嘿，对，安尼。今麦我你哦，我好。嗯，我你表现者。表现者，我惊家己弄害去。哇，这拢是鸡啊吼。会筋嘿。哇，我拢水水会重呢。会啊，嗯，又拄啊喷水啊。嘿。我若要向提货，我就无喷水啊。哦，都较紧啊。我明仔。人要提货，我拢走，我就袂喷水啊。哦。啊，这段时间过来走水和食水啊。所以这都一卷一卷安尼，恁好多瑞士卷安尼哦。嗯。哇，这拢是恁这个爱拼，嘿，拼努力的。啊，这真正拢无法度机器化。无法度，真正无法度。哦。这都有影无法度机器化。真正。啊，所以这个小健健，伊蛮能讲。哎呀，唔贵，该袂讲。伊袂讲，安那安那讲。我啊，食药食骨啦。哦，安尼。对啊。按落去。按，按了讲是头来吼，哇，按落去爬起来就出迄金青啊。啊。系啊。啊，所以过去伊嘛讲啊，伊拢做农爱喷迄防晒乳、防晒冷。啊，无效啦，迄嘛是我恶。啊。所以尾仔伊。唔是一届两届，唔是一届两届个代志啊！伊尾下就是直接好拍啦。放自然罐台去拍。罐台去拍啊！嗯，我嘛甲伊讲，我讲你爱像妈妈安尼吼。手浓。哎，安尼较袂拍，较袂，我讲拜拜也袂要紧，哦，拍咧较袂伤皮肤。是。小健健去台北。嗯。哦，伊当阵是花莲的这个玉米。伫遐做选择，啊，敲电话互你，体格无直接升上来啊。
就直接去拍拼呢。系啊，对、哦、我就甲朋友干呐，四五个就讲要闯天下。哦，啊你嘛、嗯，啊放心去啦。嘿啦，当阵你无想要做农？我嘛无想啊，因为太辛苦了，我实在啊。太辛苦。我伊也不爱做嘛，不要紧啊，我无勉强啊。是吼、哦。安尼较好啊，你勉强伊做，伊会较痛苦。他这个过程他都有经过，十几岁啊都都拢都在做了。对，十几岁都有对咱滴安尼拍安尼舞这个工课，怎讲这个辛苦，爱甘愿接受就好啊。嗯，他一个滴甘愿就好，所以不未完呐，未完完呐，未完呐，未啦，未完啦，未完啦，未完嘿，哎，未完，通讲，哎呦，啊，食这个饭那艰苦啊。铭记在心，为农事键盘网络靠回乡。今日文化新台湾哦，咱来到花莲玉里，找到萧健健啊，咱去这个鱼仔场哦，看到恁爸爸妈妈佮你哦，真正大粒干细粒干，介甜头呢。哦，无办法啦，咱做鱼仔搬鱼仔，上忝的就体力嘛。嗯。但是我甲你讲，体力还好，上主要是啥呐？天气。介热。哦。昨。嗯。今仔日。39度呢，哦，真的人徛着就忝啊。有影。啊，即马人工嘛歹请，啊，农业就是欠工啊。上辛苦的，唔是讲我唔肯做，上辛苦的时阵是无人工。无人工。农业缺工吼，是阮即马农业上大的问题啊。嗯，有影吼，这个欠工这个问题，不过吼，欠工就是需要你这个青年啊吼。回乡，安怎讲回乡？过去你十外当前，住台北。哦，决定要回来到咱花莲啦吼，啊，伫遮开始定金啦吼，啊，会后悔无？袂啦，哪会后悔？你看，安即摆安尼快乐啊。嗯。其实啊，就是安怎讲，自细汉拢做田。是。细汉惊，因为细汉较无力嘛。哇，做看爸爸妈妈做甲安尼忝啊。迄时阵做兵的时阵，准备退伍啊。嗯。敲电话甲爸爸妈妈讲。是。我要回去无？哦。啊是。我伫火车站买一张车票，我咧来去台北拍拼。母阿公，你家己选择。你家己选择。因为迄是农业吼，可能无未来，嗯，嘛无前途。是。啊，我就讲好，所以23岁。是。退伍的时候22岁，迄是买23岁的时候，我就去台北拍拼。哦。所以这个人生双车路口，一张车票决定你要去往北，还是转去到咱讲。玉里家，对，你选择台北，对，选择台北，台北你嘛知，花花世界，花花世界，哇，夜市啊，哦，少年爱夜店，哇，世界一大堆，我玉里拢无。啊，你有去做工课无？拢花花世界。有啦，当然先去做一个工课，较去耍嘛，你较有钱啊。问题是就是，迄时阵吼，哦，前几个月好耍，嗯，因为台北啥物拢有，啥物拢有，真卡拢，讲一个夜市啊就好啊。台北逐工拢有，是，哦，阮玉里拜五较有，啊，逐工就是哇，恁讲的迄种醉生梦死就对啦。啊，做几个月了后，感觉家己赚的无够开，哦，这时阵要安怎？母啊！哎，妈，我渐渐呐，自从你寄来铁锅站，食了袂喘气，食了袂喘气，啥物食了袂喘气？母啊，无解开，会当寄钱来无？啥？无寄钱转去，我寄钱来。迄时阵，大概月底有无？月光族月底有无？就叫爸爸妈妈汇钱啊，一千、八千啊，7000-8000安尼汇啦。对啊，家己爱开啦。初五的时阵，吼领钱啊，迄当阵就带这个朋友去佚佗一下。对啦，去饮酒啥，台北好耍嘛。好耍嘛吼。啊，伫台北安尼一年的时间有无？我感觉家己拢无成长，啊无成长安尼。成长对，无成长，我就想讲，我伫台北可能无未来。哎。正经老实讲，家己想爱耍，想爱耍。迄时阵都过了一年了后，嘛无赚到啥物钱。啊，不是讲你做电子的，应该是真好赚的。电子迄时阵是恁讲的作业员，哦，哎、欸，较基层的工作，较基层的工作。薪水就3-4万尔，3-4万。对啊，对，我爱开啊。OK。啊，赚无到钱，搁甲爸母提钱，安尼就唔对啊。嗯。迄时阵就打电话转去啊，是讲，想要转去做农业。啊，爸爸妈妈听到你这句话。想讲好，为虾米？去年阁有几家产， okay. 啊，阁有黄鸭场，拄仔看迄黄鸭场有无？啊，阁有5个姊妹啊，兄弟姐妹吼，拢无人要做农业，后来就讲好，你若真个有兴趣就转来。哦，我敢讲为虾米？因为自细汉哈，咱就生土大汉，其实对家乡有无有一种
感情伫。感情伫，对，转来唔知哪，无啥物压力，较欢喜。所以你讲我会后悔无？未后悔啦。一转来哇，幸福啊！所以23岁，吼，就转来玉里，啊，就是玉里上少年的烟斗做田人。哦，上少年的这个烟斗做田人。迄时阵啊。哦，迄时阵啊。即马甲一少年人转来啊。哦，但是你是头一个，所以这个四大人，吼，这支的站落去啊。哦，我甲你讲哦。这个是北部站的，北部站。这其他的农民哦、喔，是安尼。佮颠倒过来。为什么你知无？为什么？因为伊想讲，你这个少年人无爱去台北打拼，创啊教阮学做田，因为老一辈知影做田赚袂着钱，娶袂着某，无未来无前途，你创啊转来。哎呀，伫台北赚无钱，赚无钱转来啦，迄时阵就互人看袂起。我大家，我逐间拢甲大家讲，转来吼，上忝头的毋是做菜，是别人来甲你讲，对哦，大家人拢看你安尼有无？看你无，因为你是做菜的。啊，迄时阵啊，我就像我衫，这几个字，你看，我是做菜人，我是做菜人。伫我以前哦，唔敢甲人讲我是做菜人，因为惊见笑，伊无成功啊，无赚着钱啊。正常就较见效，迄时阵伫我心内拄一个，甲家己讲，我一定爱成功，我一定爱打拼，因为我想讲有一天农业嘛会互人看到，伊嘛会上成功的有一成功的可能。是。后来迄时阵就开始伫田呢，开始耍，开始种作，后来开始从七家、八家。后来到即马40多家，愈做愈大，吼、哦，愈做愈大了。我本身就是较笑、较爱耍的人，然后就田底有无跳舞啊、唱歌，就甲笑亏啦，笑亏物件囥甲网络头顶，网络头顶大家看到，哇，做田嘛会当哈尼快乐啊！甲一人，真侪人识识我，识识我的时阵，迄时阵唔知哪心内就感觉讲，哇，有一寡细细。一寡寡呢成功有无？会当较大声甲人讲。较大声甲，我是做事人。我是做事人。我骄傲。我骄傲。有影啦吼。我感觉农业嘛是有可能，肯打拼嘛是会当成功的。所以吼，较早的遮个时代人甲你比一支的，即阵豆豆变一支啊。无啦无啦。也阁无。我是感觉吼，有时阵吼，嘛卖活甲别人的区别内底啦，咱爱做出家己的价值，对啊。我感觉。好啊！你看袂起我袂安那，我袂当看袂起我家己，我袂当看袂起台湾的农业，我就是爱打拼。所以迄时阵快快乐乐的时阵，搁好念你知无？有一个时代人，有甲一个时代人讲，做田的时代人讲，哦，农业袂当安尼快乐啦，农业明明都较苦，对，农业较辛苦，是但是在辛苦当中，我嘛会当找到快乐，会使，为虾米？我无爱逐工安尼苦面啊，油头甲面安尼啊，对啊。有时阵吼，我甲家己讲，上痛苦的时阵，赚无钱，互人看袂起，风台阁来，无收成。我甲讲有一段时间，我正经，歹过日啊吼。对，歹过，敢若农业无未来吗？迄工心情较歹，后来我伫田的有淡薄流目屎。流目屎，好，袂安那，人会当流目屎，但是气气来了后，继续行。无唔对，迄天我就开始啊，我就爱大笑，我想要甲笑的同款，我想要快乐，我感觉钱歹赚，但是笑容，随时拢摕到，所以我迄天就开始好，欢喜啊赚，我不爱当戆啊，我要当笑的，结果做农业的笑的，我大家拢搁较介意我，小神经，我就甲，哎，再讲这种的心态有无？放伫你诶网络头顶，互大家看。吓、欸、啦吼，所以这个网络顶，大家嘛看较笑嗨嗨啦。无、欸、啦，其实正经好耍，咱拄着较侪代志了后，较有这个感觉，对啊。啊，咱嘛讲着吼，这个处理的人，即阵看伫网络做甲遮好，即支吼，你讲处理人一直比的吼，一直比的啦，有啦。啊，但是你讲上大诶，毋是赚着这个网络诶声量啊，好啊，是讲赚着钱，是赚着一个囝转来。对啊，像我甲我妈讲，你看以前感谢你，我做了无好的时候，你回钱给我，我感觉你对我这囝嘛是有希望哈。即马虽然啊，你迄时阵付出7000、8000，但是你无赚着啥，
你就趁着我这个囝，可爱的囝，转来陪你，可爱的囝转来帮你做农业，可爱的囝来改变厝里的环境。哦，我当然希望厝里愈来愈好啊。你以前辛苦过，即马换恁囝，对。讲遐尼济，结果我母啊嘛都啊拍拼都啊做。是啊，我母也是爱做啦。有影啦吼，咱看到爸爸。妈妈，爸爸已经算放给你了啦、欸、但是妈妈坚持，搁继续做。无啦，未放心啦，为啥呢？妈妈的眼中有无、我永远是囡仔，囡仔，哦，拢是四岁啦吼。对，伊就是，我即摆拢要40啊，低险中正的是囡仔，我感觉袂歹啊。反正，反正嘛是互人。一个身体，活动一下吼。卖完全退休，退休啦。退休的话，伊唔知有啥物。活动啊，家己有无？田底有时阵行行，还是安那？啊，你莫看伊安尼哦，田底若是无用完有无？叫做农闲时较用的时阵啊，伊会跳舞、唱歌啊。哦，你嘛搁加活动嘛真济啦吼。对啊，啊，阮老爸哦，山顶掠山猪咧，一冬掠400外只。这件厉害，因为家己的想法，安尼我感觉袂歹啊。平常是工课都拢我做，当无用伊斗三工，平常是都拢我做，所以我时常甲人讲啦，我去演讲的时阵拢甲人讲啊，我转去了，安那改变厝呢？上主要是啥？你知无？当无用的时阵，妈妈叫做农妇，啊，较用的时阵，妈妈叫做家政妇，错，哎，贵妇啊，贵妇啊，好，过来，甲无用的时阵，爸爸叫做农夫，较用的时阵，爸爸叫什么？较用的时阵，较用，哎，无代志，爸爸较无用的时阵啊，当无用农夫啊，较用啊，我爸叫什么？何里有？农夫，不是屠夫。屠夫啊，伊要去。拢去掠山猪。啊，有影有影有影。哇，所以咱看到这个小健健一家伙啊吼，哦，真正是真好乐啦吼，啊，做农业嘛做甲真有这个心得啊吼，真有这个修行啊吼。不过你跟我有修行，就是咱讲网路顶。你会做啥，还是讲你的这个名声偷偷请起来？即阵唔难你尔，恁太太小妹就是小编啦吼，嘛、加入你的这个团队内底做回来拼，咱先做来看。这种迄片的所在吼，最近的，较紧的啦。哦，来过来吃饭。大哥，你看诶，做餐人无摕猪头，摕这个啦。高山起，千水浪。刺客山的姑娘美如水呀，刺客山的少年。停！阿妹去玩啦。那你不是说要带我来喝好茶，怎么来这里？你两个来刺客山冲啥？来找茶的哦。哇！大家看，金牌哇，金光闪闪呐，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哇！哎，老板，嘿，这个没有看过，你以为你没有得过？哇，哇，安尼拄拄我个人感觉，怎么样？哦，安尼，赞。啊，你不看较厉害，就是三样，做餐无啊哩厉害，做鸦片吼，都较专业。这个龙柱滑水道刺激吗？刺激！我冲啊！真的啊！为什么他可以当 IG 网美？只能怪我自己，把农田顾得太美了。正常的农夫去巡田水是穿这样，但看看我老婆农夫的穿着，哪有农夫会穿这样去田里的啦？因为都是我对啊，所以有时阵伊有时阵吼，无照剧本走，较辛苦嘿，因为我知影要放啥物声音，我知影要安怎用。他比较辛苦一点，我就是花时间在那边要打那个字幕而已。你说听打哦，那个真的是很麻烦哎。
有十分钟影片，我大概可以打到快三个小时。之前还袂生囡，还袂做未来的时阵有无？我剪接、配乐还是拢总吼，拢我用好了啊，有无？迄个字拢是帮我用的，对。因为我袂当一个人做遐尼侪工课啊，啊，伫厝呢有无？可以吹冷气，做即简单的。到靠我除了翕迄影片了后，我搁爱到靠的工课啊。啊，看也当帮我做一挂像这刚刚的代志啊。我爱你，有没有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最近真的辛苦了，忙天里又要顾小孩，又要拍片。哦，对，又要拍片。嗯。老婆，你怎么会想当农妇？没办法，谁叫我爱上农妇？只是担心钱不够会花完。啊，这两个就较爱搭嘴鼓的，两个拍来拍去，翁阿婆啦，较古锥的。咱做这网络迄啥物啊？应该这叫你讲网红嘛，搁 YouTube 吼，做这种的吼，就是你的迄影片爱不断的更新的，对，更新的，人较有较会感觉较新奇嘛，较会甲你看，看的时阵啊，较会念调的，对，念调以后搁会像米同款甲你念调，为虾米会来顶你的米？因为感觉恁较快乐，希望食到米了后，因厝会当感染到咱迄种。静的迄种氛围，伫因规个规家伙啊，有时阵迄啥物啊，有时阵网友来买米吼，就是买迄个阮生活当中迄态度。静静嘛是当快乐无需要，当拢安尼好啊。油头革命啊，辛苦啊，啥物锄禾日当，万里而驾，那会当辛苦当中。哇，咱看到咱这个团队去到倒位，赤壳山。对。哦，真正无简单呢。因为阮，阮安那讲，阮叫做 YouTuber。啊。啊，佮有一个名叫做网红。网红。阮应该叫网不红。你知道网红台语要安怎讲无？叫啥？网青，伫网路顶真青。阮毋是网青，网无青要安怎讲？网路顶无青哟。网无青。阮叫网无青，无安尼青啦。因为我是农业的，农业较无汉侪人看，但是我嘛是较捌命，对。啊，昨去赤高山，我是讲阮就是农业的迄网青嘛，对无？当然拢爱杀网，拢爱杀农业的物件，对。因为昨是杀地米，对，昨杀地米，佮在地迄食食，食的物件，食食啊。恁就讲什么？隐藏美食啦。哦。啊，当然啦。咱家己伫农业有无？啊，咱伫水稻遮做了袂歹。嗯。你袂当永远敢拢放伫家己的这个事业。嘿，有时别人有时阵吼，有诶，甲一农民拄做，拄起来，啊是品牌拄做诶时阵，伊拢会讲哇，你遐尼淡薄红吼，会当斗三工。当然，咱就是爱斗三工，家己拢农业诶迄朋友，你知无？是。所以。昨个吼是咱电工所吼拜托我讲哇来去介绍咱赤壳山的茶 哦，我甲小编两个本身就是爱耍茶，你知无？拢两个爱耍啊，那笑的同款来用这个方法来介绍咱的农业。哦，这个用欢喜的这个部分啦吼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我嘛知影，我一直讲啦，农业真经辛苦，是但是你看昨个迄金牌的迄大哥，吼伊嘛是辛苦满地嘛是日头炎炎的，好、哦，你有看到迄画面无？伊教我演戏的时阵，嘛是较快乐。有影。正经嘛是当快乐，咱无需要，逐工无需要，逐工拢安尼。哦，我较苦嘞。油头革命啊！我较辛苦啊！什么锄禾日当，万里而驾都。有时阵，咱会当辛苦当中，甲家己放轻松一挂。有影。做伙耍，哇！昨个。嘿，啥物啊？嘿，正常，嘿金牌，嘿大哥有，嘿班长无？你看，伊嘛是放开甲阮耍啊。有影，伊嘛是放足开的吼。可能是受到这个你的影响，咱嘛讲吼，伫网络顶，哦，你过去讲伫网络顶，因为有当时啊，看的人可能有带一挂这个较优秀啦，所以你要甲这个所有这力量拢放伫网络是欢喜的。对，我甲你讲一个故事啦，不是故事，就是我时常发现的啦。嗯。大家人拢甲我问讲，渐渐哦，你知影无？看你的影片有无？我是上班族吼，看你的影片，我一天的烦恼拢无啊。烦恼无。原来我翕出来的影片，
人看到了会较欢喜，改变伊，唔免改变伊一分钟、十分钟、二十分钟迄快乐，我感觉就成功啊。是，哎呀，因为我唔是上班族，我唔知上班迄种的痛苦，因为我是做餐的。但是若会当改变的话，我感觉我翕的迄影片吼，都有伊的意义。意义存在啦吼，啊，不过咱讲过去，伫咧网络当兴的时阵，迄条 vlog 你写甲真兴，啊，但是中嘛有一段时间，你甲这个 vlog 停掉，还是讲网络你不爱做啊？啊，尾下再佫开始做。对。这关键是啥物？是关键哦、喔。其实要安讲哦，我甲你讲啦，就是有时人生嘛，无讲拢顺利。我唔是，大家人看你遐尼快乐，一定是顺利。大家人看你遐尼快乐，一定恁家有钱。为虾米厝里有钱，还是顺利较会当用，较会当快乐？其实我嘛有恁讲的，较低的时阵啦。迄时阵吼，老实讲啦，迄边会迄到有一个瓶颈。OK。唔知要去啥，啊，搁有啦，就是讲你伫事业顶头有无？遐尼成功，遐尼成功，但是你有想过无？厝里爸爸妈妈过了较好。OK。但是有时阵吼。就是以前有一个感情无做了伤好，处理无太好，处理无较好。是因为当阵放伫网络顶伤济吗？事业，事业。其实老实讲啦，迄时阵吼，正经拼事业，为着趁钱。后来感情的这部分做了无较好。OK。有一段时间，就解决啦。解决我就带一个。两三岁囡仔，就是春燕，即马八岁啊嘛。迄时阵正经较低潮，啊，迄时阵网络嘛无做，停掉，家己的迄心内有无？重新，重新平静一下。我讲做田人，拄着风台是上八度，八度了爱安那？爬起来。对，所以我迄时阵停两三年，停两三年了，我就甲伊讲，袂使直直安尼。啊，囡仔搁安尼细，厝里爸母搁爱看我，啊，停掉了有无？免啦，重新出发。人无一定顺利，所以我讲我无直直顺利。知影的人知影我有以前这个故事。有失志过。对，唔知影的人拢以为我厝里较好呀，你知道嗎？就是安尼，就顺安尼哦。后来迄时阵为着家庭，有着囡仔，重新搁起来。哦，后来网络遐有无？搁继续有无？提回来以前的感觉，就恁讲的，不忘初衷，对啊，餐一定有做，是，网络一定在推广咱农业，这两个就继续做，啊，就重新来过，啊，重新来过了，其实，天公伯啊，我是上帝嘛，哈，上帝就看到咱可能较拍拼，帮你关一个门关起来，佮你拍开另外一个门。对，啊，拄到即卖某，啊，拄到即卖某，啊，即卖某嘛是笑的，无啦，即卖某嘛教我做伙来翕，啊，做伙来伫网络遮有无？哇，一片天。以前，叫做小贱贱，是，即卖是做餐的，做餐的阿公，做餐的阿公，以前是一个人，即卖是两个人。两个人了后，我感觉两个人演到上尾了后，员工也会当起来。员工起来以外，阮某的妹妹也会当起来。你若是爱耍、爱演，嘿，啊嘛想要加薪，拢来。有啦，咱看网络影片内底，这小编常常看讲啊，头家加薪加薪，啊到底有人加薪无？有啊，有，大家拢加薪，大家拢加薪。我甲你讲。大家人拢有故事，小编你看，伊太大学，伊冇学贷，是。人讲有的人留言讲，哇，你那哈尼弟弟要加薪，你那哈尼爱钱，有时阵你有想过，人的背景冇较好，伊要加趁钱，可能就是家己有无？学贷，然后，会当紧幸福了。对，学贷紧的幸福了，啊，和家己的妈妈有无？以后会当较轻松。所以大家人拢有家己的故事，啊，咱唔是咱。咱故事归故事，但是咱就是爱打拼，对啊，袂当大家，我袂当大家人讲以前的故事，我袂讲以前，人就是啊活到即马，活到即马，活到即马，活在当下嘛，对啊，所以我是逐天吼，拄到啥就去啥，拄到风台好啦，嘛笑笑，为虾米？我爸妈拄风台已经三四十年嘛，是过到即马啊。但是你讲吼，迄回风台真正是互你。
十几冬来这个打拼，做一届算长。对啊，迄时阵转来十五冬啊嘛，当年啊慢慢勤，慢慢勤，慢慢勤啊，哇，迄时阵户口户口簿啊，户口簿啊内底哦，哇，有百八万哦，迄时我想要开一个工厂，我想要做一个体验营。我有家己的想法，要买啥物机器？哇！拢要来实验啊！对，要拍算好咯。歹势，一个风台，永远袂记你莫兰蒂。哦，我恨你。哦，一个风台莫兰蒂，哇！甲我的簿仔内底百八万找了了。口座内底180万，做一届。找了了，迄残阴气啊，丢啊，死气啊，迄年赔了了啊。所以我就感觉讲，哇！正经的，咱就是看天吃饭。看天吃饭。你讲180万赔了了，关啦。啊嘛是搁重新搁来啊，对无？啊，你讲迄先艰苦，艰苦艰苦，会当哭。我甲你讲，我嘛该哭嘞，哭嘞，七嘞，搁来过。我感觉有时情绪的抒发吼，拢爱出来。不过咱嘛讲吼，照着这个网络影片，会当吼，互政府听入面。你当阵莫兰蒂，我婚礼迄个影片。政府甲你斗帮阵，好，有政府佮留言讲，小健健我有听到啊，迄水路水走，做了水利会，哇，水利会做了有够顺势的，你知无？嘿啊，迄时代志发生了，水利会就紧的去疏通，啊，紧的做新的，嘛袂当怪因啦，因为迄水路本身吼，都哎，管缺问题不是因管的， okay. 我嘛唔知找谁，迄正经拢无谁的唔对，咱家己做田拄着啊。但是代志发生，卖有第二届，卖有第二届。政府听到了后，水利随去做。是。即马你无看，我无搁在跳水啊，我无在讲莫兰蒂，我恨你、啊。就感谢政府吼，咱有啥物声音随做，我就感觉政府有做代志，有听到，一届损失袂安那，莫有第二届、第三届、第四届就好。虽然讲买手啦吼，这五冬来拢损损啊。损损是会啦，损失啦，就安尼尔。啊，无损失嘛，莫嘛袂甲恁讲啦。报喜不报忧啦。就是网络顶一定嘛是欢喜，爱吼，等候咱讲观众朋友看啦吼。对啊。啊，不过咱讲小编嘉欣，啊，你甲翁仔某的这个生活拢放伫网络顶啦吼。阿张，咱嘛问到这个太太，伊真感谢你，有你真好，我爱你，伊对你讲啦吼。哇！哇！哇！这爽伫心内。看面就知。看面就知。爽伫心内，看面就知。无啦，因为老实讲啦，正经讲，我时常讲的啦，人网络甲一人嘛，有个人会看你的。面相，感觉你无缘投，搁有你是做田的，拉拉撒撒，伊可能唔知道有趁钱无趁钱，伊感觉做田就是安尼，哇，一个水姑娘啊，甘愿嫁予一个做田搁歹的人，所以我之前拢会拄到这种声音。你哪会歹？你哪会歹？你唔是讲你23岁是全台湾上缘投？迄时阵65公斤，即马吼。105公斤，加40kg。为啥你知无？为啥你肥？我甲你讲，那对做田人有兴趣的人，我甲你讲，虽然赚无啥物钱，但上少袂枵死。为啥物？钱无，但是米上济。米食免惊就对啦吼。安尼是我嘛是，甲感谢阮某安尼会选择我，啊，佮教我伫田呢斗三工，后来伫网络安尼耍，一个水水的啊姑娘啊，啊咱吼感恩，感恩我拢袂用嘴边去讲，咱用做的，对啊，伊欠啥，伊需要啥，伊要啥，咱做翁的会使都给伊，因为伊肯甲咱打拼，伊肯甲咱行伫这农业的路，正经甲甘心，是，又做农业啦吼，嘛做甲你做网青。啊，恁囝咧，伊嘛讲要甲你做网青呢。迄囡仔吼，我甲伊讲一个好笑哈。网络甲侪人就讲，我即摆毋是细汉的。伊讲袂记你大汉的无？其实吼，袂啦。毋是袂啦，是阮吼，阮大人，阮来演，阮来趁钱就好。囡仔，其实阮无直直要互伊伫网络内底。OK。但是无伫出现网络，佫讲咱忽略伊。我就。
头真大粒。对啦，好啊，来演两出啦。哦，演完了后，阮囝到我大汉的到演两出，两出了后，爸爸我要做网红，网红哇！我讲你吼，即马吼国小二年级，读册上重要。你以后吼要当农夫，现在要好好读书。正经诶，你甲你即马就是爱读册，你就爱读册。网络这个物件，好阮，阮是阮做爸母的有无？厝里的开销啥物有无？网络会当摕到阮来谈。你即马就是爱读册，好好读册啦。对，等你成年，等你以后要选择诶网络的时阵，嘿，你若这样分就爸爸斗三工。你即马这个年纪歹势，是尽量爱先读册，上基本的。你册若读了好。以后工作是你选择的，不是工作选择你。有影吼，上基本的做到到，这是爸爸对春燕的坚持啦吼。不过咱讲吼，阿伯恭喜小健健吼，这个新的这个薯条诞生啦吼。咱先来看薯条生做啥款。腰包包。薯条包包哦，伊爱做餐吼，伊也爱做餐。薯条包包呼，囡仔吼，像我爱大汉的啊，这以后嘛同款啦。我爸以前就是教阮带去餐的，我叫做人头的囡仔，细汉就算头人头安尼大汉的。我对农业有无，就是有一种感情啊，你知无？所以我去台北做工作的时候，我拢想哇，想要回去，想要迄种自由感觉，想要迄种空气较好的感觉。后来一回来，放假回来，哇，是真较轻松，无压力，你知无？我嘛想要讲，囡仔就用阮爸迄套，用伫身躯。较年细汉就该带滴，较大汉一挂啦，带滴田里耍，会介，会袂讲较排斥田的迄种。不管是天气啊，还是迄种土啊啥，阮细汉就是生土大汉的，所以我讲我是生土大汉的囡仔，回来对土地感情就无同款啦。吼、哦，以后要种田无？要。我搁家己配乐吼。吼、哦。阮阿公无接呢。楼卡。喂，阿公紧嘞，阿公。阿公紧嘞，恁孙找你。我甲你讲，阿公阿妈上好用有啥物啊？金孙就是爱阿公阿妈，金孙吼。恁阿公来哦，阿公来哦，拜托，靠家呢吼，正用拄啊弟弟靠着无？吼、哦、阿公，阿公诶哦，好阿公我会当操。拜拜做餐吧。哦，较忝呢。你过来做啦吼。不要做田哈，以后不要做农哈。要。哎呦。干嘛做农啦？是因为看到爸爸这样子。你看做农做的要死，不要。读书好吗？读书以后去上班哈。哦。上班比较好啦，这种很累呢，没有冷气可以吹，你上班有冷气可以吹，对吗？好，爸爸来啊，爸爸。不要不要，不要做你爸爸的工作，好、哦。不要。不要，太累了，会晒到那个黑巴巴，跟你讲。要鼓励年轻的农夫、哦。多生一点吧因为农夫就是自己的产业好、哦、像我们是种稻米的、啊、他就说什么没有米最多嘛，所以养小孩就吃饭就好了，没有开玩笑的种茶的就不可能一直喝茶吧，反正就是生小孩，我觉得生小孩很棒啊，虽然顾小孩还蛮累的，但是有下一代传承是一件好的事情，对，把这些农业的不管是我们的稻米还是蔬菜水果什么的都好，只要有人传承的是好的一件事情。
铭记在心，为农事建盘，望路靠回乡。哇，即阵回乡已经十外冬了吼，这个后生生第二个，还搁甲你恭喜一下吼。恭喜恭喜呀！哦，不过咱看到你吼，都爱加影片吼，都囡仔咧哭的时阵，搁爱甲摇一个摇一个。啊，但是这个爸爸蛮好用了吼，真正哭袂停的时阵，一通电话爸爸就到。我甲你讲，靠阿公来上好，为什么？阿公的眼袋有无？永远是金孙，金孙呐吼！啊，我的吼，刚才就是惊麦哭啊，爸爸过来捧茶。哦，听讲你昨困两点钟。对啊，昨囡仔，我翕完影片了，过来。剪接。对，后来剪接了，过来顾囡仔，就是昨超凌晨四点才困。哦，啊，几点过起来？六点。六点嘛。因为厝里田的工作搁较济啊，这时阵正较忝头啦。是。但是。有一个安尼古锥后生看到，我甲伊讲啦，热天拢袂啦，拢即个小透过啊，看到囡仔都欢喜啊啦吼。啊，所以咱讲春燕是你的大后生，薯条是你的第二后生吼。允安，哦，允安啦吼，谢允安，贾温安啦吼，哦，台语名。贾温安哦，温安哈，温安哈，是，所以。温透顿的安啦、啊、吼，对，温透顿的安啦、啊，赞吼。所以咱讲，这两后生要过来对农吗？做农？是安尼讲啦，我伫网络内底，当然希望因啊，因家己讲出来，因嘛要做田啦。是。我无一定因爱做田。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撇步。好、哦。为啥今仔我会做田？是因为阮细汉，爸母拢甲我传去田底。是。细汉较无力，无介意，敢田地较辛苦。即马大汉啦，体力有啊，感觉讲哇，做田其实无遐尼艰苦。即马阁机器化，你嘛知影，即马阁机器化。啊，即马吼，我吼小撇步就是，春燕即马较大，八岁吼，时常拢带伫田地，互伊介意这环境。甲土有亲啊。哦，就是阮讲的，阮爸讲，阮就是耍土的囡仔，嘿啊，啊，阁有。伫个啥叫长园啊，较自由。哦，有影。因为回去吼爱读册，无敢爱读册，为啥物？愈读愈册。无啦。啊，当然，咱平常时放假就家带伫田底，互伊习惯。习惯哦。互伊知影，嘿，互伊知影讲哇，田底吼嘛会当直直快乐，像爸爸安尼嘿。啊，以后伊家己会当选择伊家己的工课，但是若是无顺时的时阵。爸爸拢会欢迎回来，就亲像过去爸爸妈妈欢迎你。对哦，啊，若是讲伊自头到尾要做农业，哦，我嘛会支持，嘛是 OK 啦吼。莫互伊讨厌这农业，你知影无？系啊，阮爸就是安尼，啊，我嘛想要安尼做，啊，阮即摆农业你嘛知影，嘛较快乐啊。对，我感觉我会当改变迄春燕的想法。是，但是过去吼，爸爸咧甲你指导的时阵，高中进前啊，叫你做，你可能嘛是。啊、哦，无难无难呢。我正经做的时阵是国校。国校啊吼。三年的时阵，所以当阵无爱啦吼。差不多九岁的时阵开始做啊，无爱啦。日头炎炎啊，啊体力阁无啊。是。嘿啊，啊问题是后来出去做工课了后，去比起来，哦，做田阁袂歹。阁袂歹。你当阵吼，这个履历表头顶写的哦。专长是啥？专长哦，迄时阵我去个电子工厂，迄时阵头家就讲，你个专长奈汉尼高追，我讲安那，我是正经写我个专长，迄时履历表摕个电子公司个主管，伊就讲，你个专长奈是布产、纺产，有无？亚洲草，嘿，后来啊，搁亚肥，讲啊，你是，我讲我做产个啦，迄时阵感觉较高追啦。所以就是爸爸，迄当阵真正互你托亲。对哦，才符合你后摆这款的发展啦吼。对哦，迄时阵就感觉讲，伫台北吼无顺时，你时阵，迄时阵你会马上对我想讲，哇，家乡，家乡的水，家乡的环境，家乡的土地，哇，我嘛是，我应该是爱回去家乡，唔是伫遮。大家人拢有家己伊决定的所在，我决定我唔是伫台北 ，OK， 伫庄卡，是啊，啊，一转来了后。正经的心情都好起来，心情都好起来吼。啊，即阵第二个后生出世啊。咱讲做农的，头拄啊春燕哦，对，我去玉龙要对爸爸，听了就爽啊吼。嘿，因为爸爸吼，平常时就带伊出去耍。哎呀，伫田底我就耍。
咱的迄说起啊，排水的所在，我都生水啊。嗯。啊，有时阵控土窑啊，还是啥吼，我都会较亲近咱的迄农地，有无？会知影讲哇，这片农地会当互得到快乐，唔是讲压力，你知无？好，伊先介意，嘿，等伊做的时阵就后悔，哎，等伊做的时阵伊就会当，伊就会当感受讲爸爸的辛苦啊。当然，当然啦，我即马爱帮伊拍基础，基础对。我即马拢机器化，我规套拢机器化，伊以后直接就是机器化。我是伫无机器化到机器化，伊以后就是机器化，比阮即马搁较轻松，有无？可以感觉讲农业，哦，原来农业无想的遐尼艰苦。哦，但是母爱的烦恼呢？伊的阿妈的烦恼呢？伊讲卖做农啦。要哪讲咯？我甲你讲啦，那嘛是迄句啦。嗯。家己的后生感觉快乐上重要啦。OK。伊的工课，伊家己想要选择，唔是咱大人。嗯。我母啊无希望，但是我伫网络拢希望讲伊教我做田，你知无？我希望伊伫庄口有一个单纯的生活啦。但是伊以后安那，伊家己决定。以后若是要修车做学手，我嘛是支持。我甲讲，我爱你快乐，爱你做你家己喜欢的代志，安尼就好啊。无一定爱选择农业，但是伊嘛是要做农业。哈哈哈！做穑人。做骄傲，对啊，哦，有影哦，真正骄傲就是讲真正快乐啦吼，也是讲咱的米伫网络顶会当穿起来，也是讲推动玉米遮这个观光也好，也是食食也好，也是农产品也好啦吼，真正拢该做一届推广出去。对啊，我即马爱做的代志就是，毋是家己，爱为着咱华莲、台东，也是阮遮遐尼清气的环境嘛。我爱讲迄句话啊。哦，好山好水，阮某上水，某也有听哦，阮某应该会看啦。啊，但是小编会讲啥？小编哦，算啦啦，伊逐工就加薪尔。加薪尔。啊，咱吼就伫网络吼来讲咱庄脚的吼，咱庄脚的水，好，伫恁都市有无？逐工无闲做工课的人会当来遮轻松，来遮支持阮的农产品，来遮了解讲。咱台湾做田人的辛苦，系啊，记着爱支持台湾农产品哈，支持台湾的这个农产品啊吼，欸，所以咱讲，做农做到即阵，真正差不多咱已经讲未后悔啊吼，欸，但是农业一直拄到一个大问题，就是讲，像你这青农有要回乡的，即阵有济啊，但是工也是欠，工欠，较欠工啊，因为我即下上基本有无固定的有三位。但是三位来做的话，阮做四十外家，虽然机器化，但是嘛是有淡薄仔少。少吼。嘿，啊，嘛有请新的迄个啥个少年人转来，正经个啦。做袂掉就是做袂掉。做袂掉吼。有的工课嘛是爱手工，嘿，爱人工嘛，对无？嘿，手工加人工，啊，袂机器化，哇，迄就挡袂掉，挡袂掉了后，就正经有的人，接触到，接触到迄农业了后，正经卖惊着，卖惊着。系啊，我嘛希望讲正经有兴趣来咱农业的人，正经希望恁转来。我嘛希望讲咱农业会当直直落去。是啊，你感觉这个未来，你的影响力，佮有偌济人，偌济青农会转来？哈哈，无啦，无讲影响，敢是讲伫网络顶头吼，同款啊，逐工就去我家己的故事，去阮厝。做田的故事给大家看，就是讲，莫对农业失望啦。我感觉肯打拼，农业嘛是有希望的。莫对农业失望，对农业也是要有希望。对，要有希望。所以我两句话，要送你。好，铭记在心，为农事，为农事。啊，搁下一句，键盘网络。苦回乡，苦回乡啦！苦回乡是啥意思？苦回来啦！啊，搁较侪少年的苦回来吼。甲迄对农业有兴趣的少年，拢总苦回来。系啊，今日非常感谢咱的小健健接受咱的访问，感谢。谢谢。啊，是咩呢？阿亮，一二三。OK， 赞啦！谢谢哈，谢谢，真个谢谢。好。